先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光临中国馆。米兰世博会聚焦农业和食品，这个主题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，很有意义。中国人自古就认为民以食为天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国家，解决好13亿多人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发展第一位的任务。长期以来，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努力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为中国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。在中国馆，你们将了解到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、先进的科技成果、丰富的饮食文化，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中国高度重视农业、农村、农民问题，视之为国家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。中国正在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，愿同各国交流农业技术和经验，共同维护世界粮食安全，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。祝米兰世博会成功举办，谢谢大家。
Thank you.